是那种皮炸到金黄酥脆，然后中间的豆腐还有水分，我刚咬下就不揪一下那种，就是两个界限分明的口感，我觉得炸的还蛮好吃的。真的可以再臭一点，因为它闻不太到臭味，算是很内敛。拜托臭一点，臭死我！那算是平易近人的臭豆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内内，今天我们来到屏东观光夜市。我们今天有个屏东帮吃地陪，是我们的知名作家游之木，性感直男，性感是声音性感，你要露个身吗 ？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游之木。走本期呢我们没有抖内内爸爸，但是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。之前我们陆续拍摄过几支的公益影片，台南的瑞富啊，还有关爱之家。其实呢我们有个小小的理念跟小使命，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自己的媒体力量啊，来帮助像社会上很多其实是微型社福，他们其实没有媒体能力对去来曝光。台湾公益跟慈善呢有个现象，就是其实大部分的资源呢是分配非常不均的，大家可以台面上看到呢其实掌握了大部分的媒体资源。那我们希望呢透过自己的力量来帮助比较没有能力的微型社福。在这时候呢，我们认识一个理念非常相近的公益单位，叫做一起梦想公益协会。我们有实际去探访跟了解之后呢，发现我们理念真的是几乎一致。他们的主要任务呢，是他们想要找到跟整合台湾的微型社福。他们在成立11年来呢，陆陆续续的实地探访了3000多个微型社福。同时呢，他们有跟会计师事务所合作，像是有账务的审核啊等等的，最后协助那些微型社福。对对对，最后呢，他们整合出来了一个募款平台。那现在上面呢，已经有120多个微型社福在上面，每个月都会增加6个。对，大约，因为他们陆陆续续在运作，跟找到很棒的社福单位。我觉得最棒的是，他们透过大家定期定额募款，他们的资源是100%到那些社福单位的手上，他们连那些手续费都不会扣。对，你捐100就是100到那个单位，然后他们呢是透过募集大家的网购发票等等来维持他们公司的运作。我最常得到疑问是，哪个单位好，我们捐的钱会不会到他们手上。现在他们呢120多个微型社福单位在网站上募资，有的是弱势孩童、长者、身心障碍、妇女照护等等的单位。那我们想要介绍一起梦想公益协会这一个募资平台给大家。这次呢我们来到屏东也有个任务，是我们会实际走访一个微型社福，叫做要爱全人关怀协会。那我们就这次来到屏东参访了要爱全人关怀协会，这边有弱势家庭、孩童、长者、妇女等照顾。我们今天来到儿童课后照顾班，陪小朋友们一起跳舞、画画，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吃晚餐，跟小朋友们相处下来，看着他们活泼开朗的笑容。或许在家庭功能上有一些缺陷，但他们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样，透过大家的关怀可以快乐成长。跟创办人聊了很多很多，这边提供了小朋友们的餐食和师资，大家的定期定额捐款对他们来说是很大很大的帮助。第一间就来吃鹿狗哥刚排超长的土托鱼羹，它60元里面有4大块土托鱼，在拌的时候沙茶香气就很重。我们还点了一个小肉燥饭，它上面有撒那个肉松还是鱼松。我先来吃土托鱼羹，太烫了，等一下再吃。它炸一甜甜的，羹汤也甜甜的，我喜欢。羹汤是带蛋液的浓稠羹汤。你看它鱼肉的厚度很厚，那鱼肉的纤维口感很明显哦，很好吃哎，有点绵密哎，它整块完全不会干硬哦。这应该是我吃过最厚的土托鱼羹，对，好像在吃骰子牛那种感觉，它肉很大块。然后甜汤就是常见的甜羹汤，就是南部口味的羹汤，可是是我喜欢，因为我超爱甜羹汤。土托鱼的鱼肉的纹理跟口感非常的鲜明，很好吃，都还吃得到。对，你看这么厚。屏东人说他们吃肉燥饭的时候会再撒一点胡椒，明明就是卤肉饭。这会引起战争吗？应该还好吧。还好，还好啦。你看上面就是卤肉啊。对啊，肉燥是瘦肉，硬硬干干的才叫肉燥。来吃吃看喽。我觉得厉害在它的白胡椒有点像嘉义的那种，有一点中药香，就它不是很单纯的白胡椒，我觉得搭起来很对味，层次感有提升不少。但它米饭浸泡卤汁之后还是有那个酸明感。对对对，这间好吃哎，难怪排成这样子，还超长，外带排超长，内用也是坐满满。等一下，屏东人干嘛都一直把机车骑到夜市里面？行人地狱，还是这是他们的传统？感觉行之有年了。这边有2间青草茶，屏东人都喝哪一间？怎么办？还是我们问老板娘？问他们不准吗？他们喝这间，他比较多人来买。我们点一杯青草茶跟莲藕牛奶，很清爽哎，很像喝青草茶风味的水，颜色很深，但是有点清淡。不过它本身好像是微微糖，有一丝丝清甜跟一点点甘甜。那喝喝看莲藕牛奶喽。
有莲藕味，也有奶味，但是也是偏健康路线，比较养生啦，感觉含水量很高，很保水哦。现在另外一个生意又比较好了，我们来发挥实验家精神，我帮你们喝，但我觉得我会被撞死在这里，会，好可怕，好难走。我们来喝29号北北卖的青草茶，青草茶大 PK。都偏清爽吗？差不多。走，接下来我们来吃16摊的关东煮。它是自助的，自己夹，然后有附一碗汤，然后汤是可以续的。我讨厌吃苦瓜，可是我关东煮一定会夹的是这个苦瓜风。好苦，很苦，很苦。来吃看它的黑轮，你看它黑轮很厚哎，来沾它的酱喽。嗯，欧嫩好吃哎，口感微微绵绵，带一点 Q 弹，鱼浆的一些些鲜味还有，就很蛮香的。它酱带一点点点微辣，还蛮顺口的。它比较厚实，口感比较好，有点塞满嘴的感觉。它虽然是鱼浆，但是它不会觉得很腻口的感觉。嗯，这是海苔卷哎，里面是鱼浆吗？类似，它就是那个甜不辣加紫菜汤的味道，还蛮特别的。鹅汤。哦，好清甜哦！屏东人是不是也吃蛮甜的？对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屏东人的古早味吧。嗯，就是比较台式的柴鱼汤哦。假如说我国中，我会用这个汤来配科学面。他国中会吗？很穷，说 seven 啊，就是买一个关东煮，然后再买一个科学面，还是只有我过过这种日子？它一个类似蛋的吗？我来吃吃看。哎，你以为它是蛋白？它不是，是鱼浆哎，外面也是类似 Olen 的样子，然后中间是蛋黄，这个还蛮特别的。我第一次看到，可我必须说它的甜不会不舒服，比较像是蔬菜的甜，白萝卜啊、苦瓜、高丽菜卷。其实我觉得很好喝哎，冬天喝一定超开心的。可是屏东冬天吗？有啦，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好热啊，现在已经11月了耶。我们的直男地陪，他说是我们同性恋害的耶。哇，天若是不造假子，同性恋真的会操控天气哦，不然我情男怎么来的？有小心一点，不是天气之子吗？下一间要吃的就是个阿狗切拉达。哎，他店面有整修过，很新哎，是算这边漂亮的。亮来了，我们点了米肠、粉肠，还有嘴边肉、炒米粉，还有鱼软沙拉。它米肠看起来很好吃哎，它的侧面非常美，很漂亮。试试看。好吃哎，它中间的米绵绵黏黏之余，有点分明的口感，然后咬到花生脆脆的，最外面那个肠衣的香味再咬出来，就是很好吃。这真的很香哎，而且很湿润，对不对？完全不干柴，味道很单纯，很原味，可是都够香。这个不是荤等，而是荤脆，你看啊。它中间的瘦肉口感脆脆弹弹的，很像某个部位的瘦肉，我觉得甚至有点后颈那种脆脆松板脆的口感，它有点像是里面放一些粉浆类，再塞一些瘦肉。对啊，它里面塞满满瘦肉。它是屏东第一声哟，你要对着讲什么话吗？请大家来屏东吃粉肠。好恶心的句子，谁的粉肠？我不要。听说它开业30年，虽然换新店面，可是味道还是一样。我刚说是默默在吃嘴边肉，对对对，弹嫩之间的口感又带一点微微脆脆的。它的辣酱是蒜辣酱，很好吃耶。好，听说必点的是这个炒米粉，然后上面也有淋一匙类似卤肉肉燥酱，试看咯。是乳汁感很重的炒米粉哦，好香哦，然后时不时会咬到脆脆的豆芽菜，像是板豆菜的感觉。好吃哎。然后米粉的口感也很棒，有点擦擦擦，很像是中泡菜炒的。而且我刚刚发生一件事情，嘴唇黏黏的，有胶质的感觉。跟你说啊，那乳汁好香哦，这炒面也是厉害哎，黏嘴唇。你要知难而上了吗？对，先不要。他黏很紧，我刚才是要展示他黏很紧。他干嘛一直叫知难而上，好恶心。我很爱的鱼卵沙拉，为什么要自己点这个？等一下，我闻到他那个烟熏味跟年货味了，很迪化街的感觉。我觉得有点干货去，就是一般常见那种干干的鱼卵沙拉。Sorry, it's okay. 下一件隐身在巷弄里，好可爱哦！它是福记馄饨百年老店。朋友，刚才是出口，这边是入口，在地人那边乱带。可是店面也很可爱，这间很赞哎，冷气开很强，对，好凉哦。然后我们点了这些，这是意面，然后还有炸馄饨、凉拌猪肝，每一个客人他都会付钱一套。哇，我先吃炸馄饨，我怕它软掉。好
好脆的声音，为什么像皮薄的水饺然后下去炸的那种感觉？我必须说它单独吃有点偏干，我来蘸一下它的酱看看。什么意思？可能是番茄酱吧，我觉得搭番茄酱有点太特别了，不是我们习惯的组合啦。它皮炸得很酥，中间一样在吃韭菜水饺，然后有馅的地方其实是软软的，可是味道上有点单调。是意面，它的意面很特别哦。他说他是用蛋加面粉之后用蒸熟的面，蒸熟后有风干，然后再下去煮成这样子，好特别哦。它的面是蛋白质含量蛮高的面，因为它看起来也黄黄的，我还试试看。我喜欢意面，现在改名叫福记意面嘛。你不要讲，它面有点条条分明，有点粉粉弹弹的，口感很特别，然后调味比较像刚才那一个米粉的感觉，卤汁感也很重。我很喜欢这细面条的口感，因为干面说真的很少做这种面，这边的阿姨点餐都很会推销。你要不要再一个猪肝？那你要不要？大份要不要？大份大份比较划算。好，我们就被推销一个凉拌猪肝，这份是45元，很便宜，其实还蛮划的。怎么了？它是猪肝 ，Bursi 的肝，有点黏黏的，干干粉粉的。它是切了比较厚的那一种，所以它的肝的粉感会比较重。嗯，好切，会说话不愧是作家，很会找优点。我们买饮料，这是芝奶推荐的河马。麦味好重，比爱滋味还要浓一点呢。有有有，微糖很顺口。哎，长得跟他那个其实蛮像的。你说我吗？对啊，你看那个鼻孔都很大哎。接下来我们吃南部的肉圆，57号肉圆。它很散哎，它其实是三颗，看不出来吧？然后它就是高雄那种啊，蒸过的。对对对。然后它刚在淋上蒜汁跟酱，然后上面还要撒上芹菜们。我刚舔的时候，它超辣的，它的辣是蒜的辣哦，味道很重，来吃吃看哦。很咸香哎，香气很多，肉桂的香气，猪油、酱香、蒜头、芹菜。不过它肉跟圆的皮好像是分开的感觉。对，是分开。你不要把它想象是你传统那种肉圆。阿姨说他们的这个肉圆的皮啊，用再来米做的，其实口感蛮喜欢的，软软带微微的弹性。是有弹性的。对，在嘴里是可以压开粉掉的那种口感。跟常见的肉圆很不一样，可是我蛮喜欢的哎，我也很喜欢。这嘴好臭，那个蒜汁味道超重。我刚才想说，因为我不喜欢蒸的肉圆，尤其是之前吃过高雄的，还弄番茄酱，我真的吓了一跳。可是屏东的这个蒸肉圆，我喜欢的。可能因为它是用米做的皮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调味也都比较古早味那种咸咸，然后比较重咸一点点。而且你看它的肉是一整块的瘦肉，肉块，然后腌的也很香。我帮大家打个预防针，你不要想象它是地瓜那一种 QQ 的肉，会端一端一端，它是米做的那一种，因为像它刚里面一整锅，它其实没有形状，它就是挖一尺一尺的，所以它比较烂烂的口感。像我们在那边说它是底皮肉。而且肉桂跟酱香怎么可以这么搭？对啊，是一种中药香的感觉。它的辣有两种，就蒜的辣，一个肉桂的辣，两个结合的超好的，调味很香。接下来呢，要吃的是夜市豆浆。这间老板是香港人，然后呢，屏东人都说，哎，走到吃港仔，吃港仔就是这一间哦。啊，听说呢，他水饺很厉害，是我们的垃圾车，不是你们的，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误会。对，好，我们点了这些，有水饺、潮奶土、红茶豆浆，还有这个酸辣汤，它很合色哎，对，大地色系的酸辣，颜色好深。这间水饺听说很厉害，吃吃看。然后它刚刚是现包的哎，有月亮形状的。它像鱼饺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燕饺那种，它的皮也是鱼饺，就是薄薄 QQ 的。然后我觉得它里面调味我们比较不熟悉，它比较重咸一点，有特殊的香气。可是我觉得宵夜吃这个好像也是蛮开心的。然后它的皮存在感很重，可是不会多，我觉得蛮刚好，因为它里面内馅也很扎实。然后主要的香气，我看老板娘淋上香油，就香油水饺的感觉。可是它的内馅是不用搅的那一种，它内馅非常细非常细。哎，等一下，地陪说今天水饺比较咸，有真的比较咸，可是还是好吃的啊，是好吃，口感跟内馅都好吃。酸辣汤，酸辣汤也是重咸路线的啦，对，又酸又咸，然后辣感觉就只有白胡椒的辣。炒奶土，超期待的。早餐店路线的炒奶土哦，可是我们这样这一桌130，它就是很平价的宵夜啊，好像也没有太去挑它的味道，因为里面酱其实也抹蛮多的，分量都给很足。像这杯豆红只要20，这个很好喝哎，你喝看，豆浆红茶通常是茶味比较重，然
可是豆味比较重、欸，豆味很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间豆浆红茶很好喝哎、欸，我觉得这完全可以在外带，而且不会太甜，豆香茶香都有。比例很好，它口味重之余，它里面还有那个酒香气、欸，我觉得它味道重到直接可以是一道菜的那种感觉。嗯，会一口接一口，因为这个皮是我爱的皮，这种形状的是港式折法，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对。对啊，台湾比较少看到。我们会变皮花一点，这没带名单，但是我看了好想吃、喔，好想吃臭豆腐，我喜欢脆皮臭豆腐。那我们吃吃看甜在心臭豆腐。叫出人家名字，人家叫小野茶室啦。可是甜菜心没有撕掉啊，所以它到底叫什么？都可以吧。听说是全台前五的臭豆腐，这么强，我要吃。我们来看全台湾前五名的臭豆腐好不好吃，下这么高的 flag， 而且它好像是屏东夜市唯一一家臭豆腐。对，我们刚刚整个逛下来，然后只有它，我们来吃吃看哦。还不错哎，它是那种皮炸到金黄酥脆，然后中间的豆腐还有水分，我刚咬下就补揪一下那种，就是两个界限分明的口感，我觉得炸的还蛮好吃的。嗯，真的可以再臭一点，因为它闻不太到臭味，算是很内敛。拜托臭一点，臭死我！那算是平易近人的臭豆腐。对啊，这口味怕臭的人搞不好可以接受。然后配它的泡菜试试看，它可以选台式跟黄金泡菜。嗯，它泡菜是那种里面有梅子的台式泡菜，就有点酸酸甜甜的。我觉得它臭反而是那个蒜还更臭，它蒜底加很多。嘴巴更久。下一间呢是郑老李泡泡冰。这间我们很熟哎、欸，我试在三十次，那一定要吃的。它很多很欧美的口味，什么夏威夷牛乳、贝里斯巧克力，那是奶酒吗？是是是、哦，很高级的口味、欸，我想试试看。来了，我们点了是鸡蛋牛奶跟贝里斯巧克力。这一间跟那个三和夜市比起来，这间比较会使用工具，用那个打蛋器。三和夜市比较手工。这个时候是我上次很想吃没吃到口味，它也是用一整颗生鸡蛋下去打，它在打那个容器啊，前一个口味都比较没有洗干净。试试看，比较粗鲁一点。因为我刚刚在拍的时候，它那个蛋黄上面还有巧克力的，所以这个其实是综合口味，巧克力牛奶蜜蛋，对对对，来试试看。我觉得蛋香跟奶香都浅浅的，但可能蛋黄增加一点滑顺感，可是存在感都蛮低的。然后再吃冰沙版的奶粉，我知道这种味道了，是羊奶片的味道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它甜度够，可是味道不够，不够浓。贝里斯巧克力，因为它名字太特别，我就想吃了。它好像最后再淋上贝里斯。对，可是它的巧克力是加了什么种？哦，就是巧克力糖浆的味道，然后有一点点酒味，可是也是偏清淡，就是有点观光客口味。是我们点错口味吗？我觉得它没有很浓。还是我们发挥实验家精神，我们点一个花生花豆试试看，公平一点。好紧张哦，花生花豆来试试看喽，来一场公平的对决。我觉得比刚刚那两个口味好吃非常多，可是跟三合比的话是略输几筹。我觉得它的味道比较那种花生糖的味道，没有酱感。我知道它们差在哪了，它比较贡糖的感觉哦，就是那种做成糖果的感觉。我觉得三合夜市比较花生酱的感觉，泥的感觉。他们家不管是每个口味都稍微再偏甜一点点，冰的成分也比较高。可是也好吃啊，花生味好浓，中间也有这样子整颗的大豆，它的大豆也蜜到超甜的，感觉半糖以上。他小时候吃觉得很开心，小时候爱甜了。南部口味，屏东夜市又叫民族夜市哦，这不是观光夜市吗？知道啊，这个屏东民族夜市豆花，还上了旧名啊。哦，所以屏东夜市也叫民族夜市。对，哦，谢谢。吃豆花，我点了这个甜薯豆花，好美哦！刚看到甜薯，他说是蜜地瓜，就很想吃。我第一次吃豆花加地瓜，我也是。我先吃看它豆花本人，我们点小杯，阿妈给好多哦，阿妈怕我饿。它的糖水好古早味哦，是那种红糖糖水，很香，有时候会吃到那种，好吃哎！我觉得不是那种豆味很重的豆花，淡淡豆味，淡淡的，可是也不甜，主要甜味是那个糖水把它带出来。它糖水吃很好吃，就是很儿时的那种味道。来吃看它的甜薯。冰心地瓜，对对对，好甜哦，可是好好吃哦。八分糖地瓜，它蜜得很进去，整块都是很厚的那种，这就是阿妈会酿的甜度啦。我刚以为它是凤梨，可是蛮香的耶。你们屏东人怎么一直把机车骑进来夜市啊？好，先讲这个，他把那个地瓜纤维蜜到那个软软黏黏的，其实蛮好吃的，黏黏黏黏带点纤维，然后配豆花，我觉得口感还蛮棒的。他妈的豆花好吃。最后一家是我心心念念，我们上一集来吃屏东的时候有拍过的，然后我就说，他也在夜市里面，我今天一定要把它拍进去，也算一家，也要算一家新人汕头火锅。我真的念了一年。我每次都说，新源好好
吃哦，好吃哦。我们点完牛肉了，你就来自己拿小菜，这边有盘子计价，就自己去选。咸菜肠仔是什么啊？哦，我知道，以前那个汤都会用这个，然后它绑的那个是酸菜，吃木鱼皮。来了，我们先点一份双酱牛，小菜自己拿了这些。上火锅厉害呢，就厉害在他们沙茶，它是带点微辣，然后里面有花生香气，然后也有咸味，因为沙茶用海鲜下去炒，然后旁边还有再附一个花生酱，就是你不够你再自己再加。上火锅跟其他锅的差别呢，是它的汤头是用扁鱼还有虾米下去熬煮，所以它的鲜味会比较重。我们上次吃完真的是难以忘，念念不忘。对，今天马上来吃。怀念的味道吗？大家晚安。哎、欸，这间好好吃，而且我今天完全没有定位，平日的好处，直接走进来就有位置，好爽。是不是好嫩哦？很嫩，很开心，肉香也会爆出来，然后油脂也好香，油脂木。听说在地还会加一颗蛋放进酱里面。蛋白的话，就是等一下可以拿来沾肉。哇，好娴熟的技巧！扁鱼的汤来煮丝木鱼，再配沙茶，那怎么样呢 ？Double fish， 鲜上加鲜，而且有那个油脂的香味，好爽哦！我的老天爷，鱼肉也好细好嫩，开心哎！这间收尾真的可以，可是它不算夜市小吃，吃一桌可能要两三千块钱，是聚餐类型，可是好爽。鹅啊菜，哇，好肥美哦，很大颗哎！天哪，我要爽！全天下鹅啊煎都这种鹅啊就好了，真的，你看鹅啊煎放这个，我要爽翻天了。汕头河歌配河歌，我刚刚说汕头河歌很 local， 配鹅啊，海味小炸弹吗？又加点牛肉跟松板猪，哎、欸，它那个牛肉都是现切的，问题。你看它的双酱牛都切多厚，有一公分了吧？大家记得要再上一起梦想公益的网站看一下，怎么转这么快？最后还是要收尾一下，好幸福哦！为什么他们家牛肉可以这么好吃？啊、很嫩哎、欸，油香味好香，完美的句点，完食。我们上次来停电呢、欸。对啊，拜拜。好好吃哦，人又好。吃完屏东夜市了，欢迎坤达。今天最喜欢吃什么？土豆鱼、阿狗、新源，拜拜。跟上次一样哎、欸。可是肉圆有点小惊艳哦。哎、欸，对，肉圆我吓一跳。我本来对真的肉圆有偏见，可是今天吃到这个，哦，眼睛有亮一下。原来米做成的也是可以那么好吃。很好吃，我也想再来吃新源。新源真的很难忘哎、欸，那个沙茶，那个鱼汤，吃两次了还是好爱。那最后呢，大家可以再继续帮忙一起关注，一起梦想的募资网页，定期定额，对，人要我比做爱心的，一起来做爱心。吃完嘴巴好臭哦！我发现屏东也是偏甜重口味的，很蒜呢、欸，每一间都有在加蒜呢、欸。嗯，好像不太适合约会吗 ？I don't know。我很喜欢吃蒜味香肠，吃香肠一定要加蒜头吧。那我们一起做爱心。他自己讲的很帅，你都没有接我话、啊。这 LED 莲花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是莲花吗 ？Lotus 吗？很像啊，有点像哎、欸。这个小小看不懂。嗯，我们的新同学在哪里？这里。喜欢什么？我喜欢画画。有人喜欢画画吗？我超厉害，比你们厉害。两节准便利商店，两节可以的。嗯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因为24小时不打烊吗？对。啊。大家知道他画的是什么吗？画画。哦，真的是有画画天分。老师没有，他有看页面。哎、欸，干嘛讲出来？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